嗨，大家好啊！而家又到咗午夜谈判时间咯喎！啊，而家系咩时间啊？而家今日话休息嘅礼拜五，礼拜五嘅就系2018年嘅9月21日嘅。首先，未够咁钟，系8:50啊。点解今日会咁早啊？主播呢个午夜谈琴啊，平时咧我都系一般系12点钟啊，12:50啊咁样主播。咁因为今日我休息啊嘛，所以咧。既然休息啦，咁样好似呢个时间，咁我可以继续咁样喺呢度咧，就系、做呢个节目咯。即系礼拜四，不埋礼拜五咧，呢两日休息咧都做咗唔少节目噶啦。琴日咧我统计过咧，就系由朝到晚咧都系有5个视频嘅。咁今日咧就系有早上啊，有三都有4个咧，计埋呢个已经系又系有一样有5个视频到。我覺得咧就係、即喺呢度咧一個就係可以做節目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咁樣咧就係、盡量咧有咩嘢咧就係、幫埋呢啲家，幫埋遠在故鄉嘅親朋好友咧，就係、有一個溝通啦、即係雖然我係而家我係單方面咁樣喺度做節目啫，其實咧都係我都係好想話分享我喺洛杉磯嘅每時每刻嘅嗰種嗰種情況啊，係嘛？即係咁樣咁我就即係飲完茶啦，我又係6点零钟啦，咁我又係喺出邊個後巷嗰度咧，就係、做17分鐘。咁呢個時候咧，咁我一個人喺屋企啊，咁我先能啱食咗嗰啲糖水嘅，咁去坐下嘅，咁樣我又喺度咧，就係喺度又喺度傾下偈。其實咁樣咧，就係我覺得咧就係、非常之有意思啦，有意義啦嚇，所以所以我話咧，有時咧就係、所以如果你係想話喺呢個洛杉磯啊咁樣生活嘅話咧，其實唔一定係一定係有人幫你傾偈。咁其實用呢種方式傾偈係未嘗不可一種最好嘅途徑因為咁樣你做節目過程中咧，起碼你覺得咧就係、可以將你嘅喺洛杉磯嘅內心嘅感受可以咧就係、分享俾大家嘅雖然我都講咗好多次咧，即係唔係話100%、200%嘅咁樣去全部都係講出嚟，但係都有90%，可以肯定有90%首先咧講我星期四、星期五呢樣休息啦，咁我去飲茶啊，又翻屋企啦，晚上又食咩宵夜又點樣食乜嘢咁呢樣嘢已經係基本上喺洛杉磯嘅生活上嘅已經大部分嘅嗰啲。啲情況大部分噶啦，基本上可以咁講工作上其實咧就係、我工作上咧都唔係話剪草嗰類型嘅，但係我當然我啲係比較輕鬆嘅，亦唔係話好十分之辛苦啫，就係、時間長咗而已啫，基本上都冇咩嘢不足掛齒嘅嗰啲工作上嘅嘢洛杉磯咧其實咧就係好多嘢做嘅。你只要肯做都有得做唔係話好有啲好辛苦嘅嘢，你只要肯做而去做，而係你要即係動下腦筋，睇下你適合做邊樣嘢。咁如果你覺得悠悠行行嘅，咁你早做接送咯做下嗰啲Uber 嘅車如果你係想話要要揾啲錢或者乜嘢嘢咁，你開大貨車咯咁我都好多朋友咧，都喺呢度開大貨車嘅，咁都係係辛苦啲，但係都係應該有啲錢啦咁但係我喺洛杉磯咧，我未做過呢啲咁嘅大貨車，所以咧我亦係冇權究竟呢、這個大貨車好喺邊度當然啦，你話好多人話揾好多錢揾多錢，咁好多嘢都係
只係一個數字啫，但係究竟你付出幾多咧？嚇、啊，其實喺洛杉磯嚟講，或者整個美國嚟講，你付出幾多先有收穫噶嘛？咁你有高工資嘅，你肯定必須有一定嘅付出嘅，冇付出嘅嘢係根本冇可能嘅。但你話啦，如果你真係讀書嘅，咁好似嗰啲讀名牌大學啊，喺劍喺嗰啲真係高學歷啊，係嘛？人才啊，咁嗰啲就與我哋嘅遙，即係距離太遙遠啦，即係太遙遠嚇。佢哋年薪幾十萬嘅呢啲不可以相提並論。就算我哋係喺我哋大陸嚇。都是有高薪有低薪，有些年薪幾百萬都有，所以這件事是什麼，即是我指的是我們的華人，一般的華人在洛杉磯的那種工作與收入之間的東西，那種的，所以很多東西來說，你當然你是摸，即是你當你在洛杉磯有一定的年份生活的話，咁你都知道咧，啊邊樣嘢係做乜嘅，邊樣嘢係點嘅，心中咧都有個大概啊，心中有個大概，即係自己嘅心中有數。咁、你想你自己做自己嘅，唔想幫人打工嘅，咁好多我見到嘢有人係送餐咯，咁啊送餐都係自己拎部車有個手機 OK 啦嚇，佢比如話嗰啲。即系 Uber 嗰啲打車啊咁，佢同樣嚇，即係自己做老闆，即係用自己部車嘛，又係用手機揾食噶嘛，咁你即係又係等於係好似類似出租個行業啫。但係出租咧仲有啲壓力，反而你自己揸部車嗰啲嘢咧就係嗰啲冇咩壓力。咁你想揾多啲嘅，咁你當然你係多啲去催啊。多做接送啊，係嘛？晚上啊，咁好多好似你開部車去好萊坞啊，咁樣好多啲飲過酒嚟嘅人揸唔到車嘅，咁樣佢肯定就係生意好好嘅，咁揾一兩百蚊都係唔成問題噶啦，係嘛？咁你如果想舒服嘅話，咁你話揾一百幾十咯，係嘛？咁樣其實。都是似乎你自己根據你自己的選擇根據選擇嘅啫，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是、我所講嘅就係咁，即係呢樣樣嘢就肯定你隨住時間嘅嘢，你可以即係對呢度啲環境啊，你都有所了解。另外我今天就是三鐘，另外就揸部車翻嚟到，大概用了一個鐘頭時間。咁我亦拍咗一個鐘頭嘅嗰啲錄像啊。咁我上傳咗上去之後咧，咁我自己點擊個朋友圈嚟睇咧，我發現咧，即係睇到一半嘅時候咧就睇唔到嘅。咁呢種情況下咧，就經常都有呢種現象。反而咧，我喺美國呢個 YouTube 呢邊咧 ，YouTube 呢邊咧就係好少有呢種話中途突然間放唔到嘅嗰種現象，咁又唔知咩回事。咁如果係YouTube 遇上嗰種情況下咧，我通常咧會重新檢查、重新編輯、再上傳上去，希望咧就係能夠即係話。播放得整個過程播放出嚟，如果你係淨係播放一半啊，下半橛又播放唔到嘅，咁即係大煞風景。另外你係唔三唔四，唔湯唔火，睇上嚟都唔知講乜嚇，所以有時係咁。即係我一般咧都係想話，我拍啲視頻咧都係想話，即係你係拍十五分鐘嘅視頻，咁我都好希望咧就係有十五分鐘嘅完完整整嘅能夠從頭睇到尾嘅嚇，唔係話你就係睇到五分鐘啊，其他嘅你睇唔到嘅但係有如果喺朋友圈咧，你點呢啲咁嘅視頻咧就有呢種現象。咁如果你直接去 YouTube 嗰個網站睇咧，佢有好流暢。
佢又冇中途停顿嘅，都冇中途停顿嘅，都系连贯性、连贯性咁都系比较好嘅啊。但系又唔系话人人都喺个手机度装呢个软件嘅 Youku 咁啊，所以啲嘢嚟讲咧，有啲嘢最好就喺个朋友圈度，我分享出去嘅嘢咧喺嗰度睇啊最好啊，冇咩必要话去嗰个真正嘅网站度嚟睇。总体来讲就是好像现在这样的，现在是9点，我刚刚吃了这些这些糖水啦，没什么东西的，我买了拍下录像如果你不是拍录像的，我就上下网看下新闻，大家都通常的新闻都大同小异，很多时候我也是不想看，最好呢就是这样当是一种主播咯，加上我们都是二世纪影视行公司嘛，都是一个咩都是节目的一个公司，所以能够在这里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的时间呢，我都愿意在这里多拍一些视频，多分享一些趣，所以这个是比较好有杯茶先，这杯茶呢就是叫做龙井茶这些薯片是墨西哥的，它的薯片是很硬的，其实就不应该吃这些东西，吃这些东西很创意的，吃了之后第二天明显感觉到出来，因为那些全部油炸的，很硬的。我昨晚夜就去这个麦当劳，又是拿了些薯片薯条，吃了之后又是同样油炸的东西，都是比较超越的。咁正常咧，我又經常都會去買啲，經常都去買啲去濕茶。嗱，呢啲點啊？啊，叫強力去濕茶，咁呢種咧有冇效果咧？啊，咁我飲落咧，咁當然係冇自己煲咁強力啊！呢啲畢竟係。甜的都是顆粒狀的我們現在在廣州的時候呢有些班沙涼茶啦，在廣州肯定有一樣涼茶店肯定很生意的，如果你說在這個洛杉磯開這些涼茶店，基本上就是應該是賣出多少杯，即系卖个价钱又唔高啊，除非你系卖其他嘢之中咧，就系、不过总体嚟讲咧，都系因为好多超市啊，中国啲超市咧，大把啲咁嘅凉茶啊，嗰啲咩中山凉茶啊、夏桑菊啊，有煲嘅，亦有呢啲咁嘅现成嘅，咁啊好多人咧都唔会话。攞咁嘅錢去專門買杯涼茶飲嘅，喺美國嚟講咧，啲人都係好中意自己煮飯食嘅，係好中意自己煮飯食嘅。唔係時常買餸啊，咁樣去翻屋企煮嘅，自己煲啊，煲涼煲湯啊，煲成啊咁樣，所以話咧基本上就好少所以你有時我一間我都會去。飲兩包呢啲咁嘅去濕茶，即係人有濕氣咧，就係好攰嘅，所以盡量咧就係即係去濕啊，唔好有啲濕氣。哇！有
花生先，而家我都唔係好中意食呢啲咁嘅花生，即係出去買啲脆皮花生，我反而唔中意食，反而自己買啲生花生啊，攞啲水嚟去煮啊，嗰啲反而好食，反而中意食。都系有宵夜食嘅，因为阿小杨咧就系、煮啲菜啊，煮啲肉啊咁样，咁而家我系食咗啲糖水啫，咁一阵间咧就系食宵夜咯，因为我食咗啲糖水啫嘛，我冇食到其他嘢啊嘛，咁一阵间咧就会食啲青菜啊、肉啊之类咁样，OK，即系咁。不过咧要收拾干净啲嘢先得。唉，我放咧，即系对于我呢啲咁嘅摄影人场人嚟讲咧，就系、啲电线咧就满地都系。我都知道你系翻嚟噶啦，好好得，系，好啦，我啱执好啲嘢，我可以食宵夜啦，睇先。系啲菜嘢系嘛，得啦，啲菜最好啦，啲菜。好啦，一講咧，先後咧，我喺呢度做節目嘅時候咧，我講話，小楊喺屋企咧就係炒啲菜啊，好快有味，因為我飲咗糖水啊嘛，即刻就有啦，哎呦，呢就幾好喎，佢哋係豆，啲細只狗冚我啊，再唔黃啫，我炒咗先去超市買嘢，我諗到驚關門啊嘛，都好多啊。超市咩菜都冇，屋企咩菜都冇，就超市買嘅。我要啲辣醬開運。放辣醬好先。我講曹操，曹操就真係有時好靚騎嘅，所以有一講親你就肯定唔到。我都傾咗有十零分鐘啦。我提起啊，即刻。我見屋企有鐘，我先咁。我先咁晏啫，如果我知道佢冇钟，我好急到要走翻嚟噶。唔使急，我谂唔到。咁首先考虑你我啊嘛。我谂住我都大啦。我谂住我攞碗粥顶顶先，因为我买啲送翻嚟，我要分开打包嘛。分开打包要装好身啊嘛，咁样如果你成嚿咁挤冰箱，可以大日全部变硬咗，攞唔到出嚟啊嘛。买啲鸡髀啊，买猪肉啊，买啲牛肉啊。我想今晚我有啲想买啲鸡髀翻啦，买啲鸡脚翻嚟帮你整泡椒鸡脚，想帮你捱鸡脚。但系呢嗰度啲鸡脚可能硬咗，唔得新鲜。我谂住费事买啲变味嘅。
雞腳就算結生生都好，如果佢放喺呢度，佢唔夠凍，一樣唔新鮮㗎。你唔怕啲雞腳咬壞隻牙齒咩？咁我想幫人㗎嘛，我攞啲蕉泡好似嚟咁泡蕉種。但係即係好好繁瑣係咪煮咧？我要過水啊，我要過好多次水啊，過完以後。我跟住又重新又煲過，放啲蕉落去啊，放啲調啲味嚟煲好嘅。咁跟住丟咁多醋，丟咁多醋啊咁樣。我煲啲凍開水涼凍，一煲開水涼凍以後，我焯熟起身，我攞啲開水淋曬去嗰啲膠汁啊嘛。曬膠汁咁嚟加，咁我嗰啲我煮到糖醋水咁樣，就變成有啲咁多酸，啲咁多甜，啲咁多辣啊嘛咁樣啊。明白未？係好多工噶。我今日系谂住食个羊，但我去超市，佢都太硬啦，鸡脚唔新鲜，我唔敢买啊。谂住大日先啦，咁样，反正大日有机会先啦。但我休息我整嘅啫，我包咗咩俾你食啦？我包上。我谂咧就可能，平时酒店啲饺子，吓雪藏，系啊系啊，好似啲外省人咁，其实都系冇咩问题，系啊。你中意食牛肉食豬肉啊？嚇！你中意食牛肉食豬肉包喺入邊？豬肉咯，冇所謂咯。我見到佢哋點解唔帶飯啊？唔帶飯其實就係嗰啲包。咁啊，你中唔中意我加啲粟米喺入邊啊？啲肉嗰度。可以啊。可以嘛？用粟米餃啊，好嘛？我星期日整俾你食啦。你整一個星期嗰啲啊，學試下咯。你好似啲。有啲日子啊，嗰度住嗰啲咩福建佬咁咪就係咁樣咯，成個禮拜都冇煮嘢食。但我好想同一齊，大家包到大家樓下拍喺錄像，留下啲記憶。咁我自己包，始終都好多工啊嘛，包好耐啊嘛。最關鍵咧，你唔好自己剁啦，乾脆咧喺市場嗰度咧就係買啲現成嘅，人哋已經係用啲機械咩啊。以前我就係咁樣包嘅，因為我又我係人哋剁好嘅，剁曬啊！我唔會剁嘅，我唔識剁噶。然後跟住。人哋我去超市買，我要曬個，我叫個師傅幫我曬沖淨，然後叫佢搞嘅，咁樣啊。咁嘅哦，又跟住有啲皮喺度賣咁樣咁啦。我嚟到美國，我都唔剁個肉，我全部由佢有機搞噶嘛。但我要佢沖曬，我叫佢沖曬淨俾我。咁咧我就咁沖曬淨咧，我就大方咁啊配啲料，我翻去自己配料啊嘛。邊有剁肉噶？幾多工啊？要兩把刀，要啲針刃好夠正，天天得得咁剁噶。佢有現成嘅買嘛？有啲肉餅喎。我唔會要佢現成，我要親自買啲靚啲肉，叫佢搞俾我。我唔知佢係放咩肉，我驚佢放啲碎十十啲肉唔靚。我要睇啲嚿肉靚靚，我叫佢幫我沖曬正，然後就搞出嚟稱幾錢幾錢咁重價。我食肉餅都係食個重價。我聽人話佢搞啲肉餅咧唔曬第一。大二咧好多啲肉啊，唔得靚咁樣。咁我要睇自己前夾肉後夾肉啊，我睇啲夠靚唔靚，咁我先俾佢搞噶嘛，你明唔明？咁樣。我啲肉餅全部咁食噶，我第一次唔知道，我買佢搞好嘅喺呢個擺窗嗰度，擺嗰啲玻璃櫃入邊，我就叫佢稱一磅兩磅。後屘我聽人話嗰啲肉唔靚噶，通常劏一支濕濕碎碎啲肉，唔得食靚，而且佢唔曬，咁我聽人驚噶嘛。我下次自己買靚肉，買靚肉沖曬叫佢搞咯，佢會幫你曬噶。哇！佢今日煮咗好多肉，啲肉係最易飽嘅，我哋啲菜多添。咁我能夠肉屈難為你噶嘛？咁你都要食噶，要長身體噶嘛。咩啊？肉咧點樣咧？肉咧我一食咧，唔好多，我就已經飽啦。但係點解我今日飲茶？咁我見到嗰個邊個啦？點樣？原來咧嗰個香港嘅嗰個阿叔佢打電話佢，叫佢過嚟，佢今日過嚟。咁我自己攞咗籠牛肉就食咗啦。埋單4.幾啊，小費啊，算啦。你自己過去咩？我自己過去嘛，佢自己坐張凳啊。係啊，見到佢啊，算啦。你咪約咗邊個咩？我。当我一硬个头咧，去到1:10，坐唔够个钟头走人。其实就太硬个头，其实我原先咧谂住咧就唔去噶，我谂住你煲呢样嘢唔去，咁我想去西来寺又去一趟。咁我就专程喺嗰度咧就系做节目嘅。
坐定定喺度讲，跟住拍诶咩嘅，哇！出边啲太阳晒到啦，哎哟，你根本就唔想行，唔得呢啲，哎呀，呢度啲，知唔知啊？而家我越嚟越发觉，即系当我想去一个地方，又发觉日头啲太阳冇办法，你好似担遮都唔得啊，系嘛？所以不过咧，就星期一咧，咁我哋系去嗰个咩系嘛？去威尼斯啦，呢个星期一啦，威尼斯啦，威尼斯早啲去，咁如果系晒个头咧，咁我哋咪最多咪最阴嘅地方，早啲出门咯，我哋唔饮茶咯，系唔饮茶啊？喺嗰度到时揾啲地方坐咯，即系如果确实系晒个头嘅，咁我哋去嗰啲诶嗰啲咩可乐啊咩其他嗰啲度坐咯，吓、啊。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洛杉矶真的晒，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没有想到这方面。以前我妹来美国，我带她去、那个什么 Monica 那里晒到她都不愿意走，晕的会。是的，海风很厉害，太阳好，紫外线很厉害、我有一个同学今天哇成身黑噜噜好像铜色，你做什么？他说休息的日去游水。游水啊，个皮都甩啦！哦，晒成咁，系啊，就本身我咪想晒咁黑噶，点知佢咁黑啊，成啲铜色咁。哦，我好在系美国啊，中国咁黑我又唔中意啊。嗯，中国太惯白啦，美国唔怕啊，铜色都唔怕。唔怕，呢个冇咩人理嘅。所以就是我就發現係咁，我唔係話唔係話想係唔去飲茶，就係、是、想去自己去揾啲地方拍，但係度度都避無可避，你信唔信？但你見到我有時候我喺上班嘅時候啊，你睇我曬到咩咁？如果唔曬個樹頭就黑蒙蒙，入背光係嘛？所以避無可避。你話最緊要就五點零鐘咯，六點零鐘嗰個時間，但係嗰一陣間就暗曬落嚟啦。你飲完茶，沿住圖書館直接翻嚟啊？圖書館咪冇開到。哦。我想去嗰度啊！我傳啲視頻，但係嗰度冇開門。另外咧，星期五嗰度咧，本身係擺地攤嘅，賣嗰啲墨西哥嗰啲水果啊、蔬菜，都冇開市。喺圖書館度咯。我想呢，其实唔知呢个中秋之后，唔知个热头都系一样嘅嘛，一年四季一样嘅嘛。啊，嗰只灯系咪我掹咗出嚟啊？边个灯？就嗰只时间灯啊。唔系，系我掹嘅。你掹啦、因为空调啊嘛，你掹咗空调啊。你掹咗空调啊？我有意掹噶，我寻日冇够用啊嘛。掹咗空調之後咧，你一定要掹空調，一定要插得緊緊啊！嗰度用扯電扯好犀利噶，扯電扯好犀利噶。如果你係碰咗一啲啊，反而唔好，會發熱嘅。咁要調翻啲時間喎。屌，我都唔明，有鬧鐘。唔係，你啱啱睇嘛，早上睇嘅時間。唔係，我唔睇嗰啲，睇嗰啲，我都係睇呢個，不過睇唔到嗰只。